把熊妈吉当作人，来宾们病得不轻啊！我觉得它很无聊，所以我又买了另外一只熊帮它。也是猫熊。对，然后就这样让它烤着，让它也有伴嘛。啊，不然我有伴的时候它没伴。我在洗澡，你那时候正在洗澡。你说。拍照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告诉我。7月20。它巨蟹哦，7月20哎，我这一只天蝎的。天蝎，天蝎。怎么知道？10月1号生日。哦，是哦，好，我今天生日。国光帮忙。